被炸掉半条血之类的。他重点是你要搞死我、啊，我是想搞死你。还是说就是，哦、还是说强制你辛苦了半天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好了。还是说，还是就是变得说不会爆炸，可是会强制扣你血。好，在一场观众场吗？你们加油。你累了吗？没有，我突破应该是累了。不是，我还有功课。啊，还要忙东西。嗯啊，那边每次做戏基本上都是我自己负责。在场人差不多。这个。好，我们先进来看有几个人。Okay.对方只剩一个小盒子。好，陈晨要在一场吗？我们的冠军队。哟，就今天处于劣势，但还是赢了，觉得有点开心。劣势一下。对，因为对方我们这边是十个人，对方十二个人，而且他们血量比较多。无效登录，请重开。没有，他们血量有在多吗？重开，重开，就重开。有，我们这边是刚刚是十个人，然后他对面十二个人。不是，我是说阵营塔血量有吗？有啊，他们刚刚是一百五啊，有、哦，他们是一百五，因为我刚开始看的时候，我们看的是100，我想说，有，什么时候突然变劣势了？有，他们一百五。我第二阶段的时候，我帮他们调。哦，那，哈基，我问你哦，如果一开始先在他们的宝箱里面，现在先帮他们宝箱里面放东西，这样等一下会在吗？会啊，会啊。我们要不要再挑战更难一点，给他们一些铁资源之类的？在你啦，你都不玩你男的吧？但我要参，我要加入他们那边。还好吧，说不定我们可以偷过来或打过来啊。不会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会直接打死。应该。那你们等一下出去就不是偷萝卜了，是偷自己放进去的东西。可以吧？一组铁。你说一可以啊？我觉得可以耶。两组铁。那分数不变啊，要几组？绿宝石算了。天啊！可是我觉得你们等一下就是偷了，然后之后掉下去就等于没有。我放就没了，基本上应该他们会马上拿走。我放在他们的阵营塔前面。对，给他们两组好不好？第一次试试看。哦。那铁一开始随机任务可以加一个阴险机，机上面放一只高压苦力发，哇，好恐怖哦！好恶哦！你说陷阱吗？你说陷阱吗？欸、那很可怕呢，那个很恶劣。我玩过别人的，我有玩过别人做的地图，他的那个鸡，我想说，喜欢就是一直升鸡出来，所以我们九个人自己自爆，九打十一，十个人。哎、欸，啊啊啊！哦，痛痛，还好，应该会回血。对，会回血。好，看一下啊。Sorry, 不要哭，我只是想敲蛋糕。公布密码 QWE 一二三 QWE， 重复的不要进哦。QWE 一二三 QWE， 就强哦。QWE 一二三 QWE， 对啊，密码僵尸队伍的密码。那我跟你说，你们就努力吧。那我就先关台了。好，爆炸了，风破。拜，风破你要离开我们。对齁，风破离开我们，啊、那我们 还是照样打十二个啊。啊！喂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坏、啊？我怎么了？我从头到尾都站在这里没有动啊。你不是把告知牌打掉了吗？我没有啊。哦，好吧。从头到尾都站着。我错怪你了。啊，好吧，我看到是谁敲掉的。OK， 我下去弄。Hello， 恭喜抢到 IP 是这个，然后是 1.9.2，IP 不要外流，然后有问题再密我，欢迎来，等候你们。那时候我看到有一个，就是你往有那个纸模型是可以、欸、哦，往下一扔之后，它可以从有那个刚刚来的，刚刚来的可不可以让位置啊？对啊，让还没有玩的人玩啊！我你不让的话，我会让位置哦。你不让的话，我们会搬你。我们多进来一个，我们就让一个。真的超恶劣，最后是观众内战场、欸。等一下，你看的这是菜渣吗？人家跑掉了，他不见了，该他不见了，哎、欸。欸、巧克力，我就在思考一件事，要不然我们之后就是办一个，就是我们自己当旁边当那个 VIP 观众，然后当赛点，然后看观众两组那边打。我们会很手痒啊。
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看看，就是说看观众打的怎么样这样子。我其实蛮好奇的，如果他们的战术，看他们打，不是我们，我们不能看他们有什么奇怪的战术之类的，感觉很好笑。我觉得之后可以开放，就是让他们太抓住。怎么不见了？多了一个我。啊！好好看，你看，马上就来了啦，繁星，你看啦，马上就来了，巧克力三人组哦，还来巧克力战队，没有巧克力战队了，你就直接把他们 ban 掉。好多巧克力哦，我们要组战队了，好恶，好恶哦，太可怕了，好恐怖哦，就说嘛，太霸气了。不能啊，你要跟他们讲不能啊，然后就把他们。企鹅。企鹅在哪？他们。好久不见的企鹅。你可以说给他们。这里。五分钟。他们不换的话，那就是把他们去掉。可是我们不是要重开吗？哦。怎么重开？不是。怎么重开？换视频的话，我们要重开不是吗？重开麦块吗？对啊。对啊。我不是说给五分钟啊，我不是说给一分钟，一分钟怎么可能改得了？没有，我说没有，我们在里面的要改啊。哦，对啊，你也要改啊，赶快去改啊。是重开啊，不是我啦。繁星没事啊。重开啦。企鹅好可爱啊。我在。没有，你就从那个啊。现在新版。我没有开麦，我没有开进去。你说。我给他吃西瓜。对。企鹅爱吃西瓜。哦。给他吃。你就不是给他吃西瓜？等一下，繁星，那是繁星啊，那是另一个巧克力啊，那是繁星巧克力，不是我。我是巧克力啊。你再用那个滑鼠试试看，还要那个，等一下要卡。什么一些奇怪的建筑物？那个陶桌。哇，哎、欸，菜渣盖的这个，哦，很菜渣。乱盖一些东西。菜渣是哪时候？对啊。小雨盖那个很小雨。我超明显的，我就是长这样了。我们之前玩建筑大赛的时候，我都直接就干这样，这样就做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巧克力下周的那个题目我们也要先想。可是这样就变成了电线杆。哎、欸，小雨姐，阿纪怎么了？电线杆，赶快哦！那个双方加队伍啊，绿队的加绿队，红队加红队。哦，对啊，忘记了。哎，忘了。红配绿，好设计。可以下队伍喽！哎、欸，等一下这个鱼竿是在下腰吗？哎、欸，看得好！鱼竿，我去找本尊。可恶，好可爱啊！什么？哎、欸，巧克力，不要动！哎、欸，不要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干嘛啦，我阿弟？哎，等等，我也要！你们我也要，等我！你们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现在是要把我传给你们，我传给你们。哎，我要那传，那就传来吧。你们到底在干嘛？丢 SK， 丢 SK， 天哪！等下，你们现在是在把 GIN 改成别人的是不是？全部都是巧克力啊！我要对，哈基巧克力也出现了、啊。救命哦！好，改一下。这个是不是那个啊？雷帕小链？哎，小链呢？是吗？长得很像，特立独行的，这好像哦。对啊。结果你会不会因为说你不是巧克力，然后你就把它ban了？结果他很难过，他说我们不准用，结果一堆巧克力。哦、我要从哪里跑？Thomas 0516，赶快进红队哦 ！Thomas， 耶，好了，雷神三人组，好快！等一下 ，Minecraft 官方他的界面改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改了。对，他改了，今天才发现。要怎么去？直接他那个有 profile 哦。你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？这是无性分裂，无性分裂生殖。那不是你登录之后还有一个 profile 吗？然后直接选那个选择。传巧克力也来了，传就好。其实变比较方便。那有 profile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够多了。耶耶！超多巧克力，好恐怖、哦！安啊！我已经想好了，这样我做我的封面图很简单，都是巧克力的头。我做错了，全部都巧克力，全部都巧克力的头。哇！干嘛啦？四个巧克力了，好恐怖、哦！好恐怖、哦！不舒服。
我只听过世界上会有另一个人跟自己长一样，没有听过会有三个人啊，四个人啦、啊。韩国，你现在来到了韩国，五个巧克力啊，还要做一模一样的事情，超好笑。真的，哎、欸，菜渣你不换的话，你会被针对哦。真的，我不要怂恿菜渣。通常巧克力的那个，对，他的仇恨比较大。我们现在帮他分散一下仇恨。你要换 skin 吗？你不换的话被针对哦。没有，换好了。啊，那个 tab 好恶心哦。米菲，你是史蒂夫哎、欸。太猛啦！好恐怖！看你要不要换了、啊，你不换就算了。好好好，有没有？他是队长，没有，泰达是队长，他率领着我们巧克力战队。那个特别超恶心的。哇，这谁？这谁？我们要围在泰达旁边吗？巧克力时代。嗯，这样菜渣应该很开心。菜渣在哪？菜渣，菜渣，你有好多巧克力陪着你哦、喔。我们是九大行星。九大，我们要绕他转，我们绕他转，我们绕他转，我们要公转。好恶心，好恶心、喔。他兴奋到不行了。菜渣要休息了。哎、欸，这是精华哎、欸，菜渣、啊、会上精华。啊、巧克力复制人，准备开始。好，准备开始，准备开始。恐怖、啊，满满的巧克力。按完确定就掉下来了。对啊。啊、哦，好好笑。红队，赶快按。一堆巧克力。天哪，这完全就是莫大的荣幸啊！哎、欸，可是对面有一个哎、欸。没有。没有啊，对啊，刚不是对面他换了，他换了，他换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好好 ，OK， 好恐怖、哦，真的好可怕、啊。哇，只要看到巧克力就不用打了。然后看到我们就猛打，真的。对，有没有办法说打到真的巧克力直接扣两分之类的？喂，加分机制。然后打 boss 不是这样子吗？猜猜哪个才是真的巧克力呢？对，打到的就是额外加分。太好笑了！安确定喽，安确定喽，安确定喽！猜他按了吗？在盯着他，盯着他，盯着他。应该是他们啊。嗯。哦，不要打我。又找不到人了、欸。你打不到对方的话，代表他们还没按。对啊，这是一个检验方式。原来是这样子。有，是自己人吧？自己人的才打不到，还是他自己强制啊？嗯，强制吗？对啊，对啊。你要不要把哇？现在观众完全不分哪一个实况照打不误哎！强制开始的指令，下次教一下。看一下，没有人可以幸免哎、欸！这好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猛的。这个世界已经没什么好值得相信的，全部都是巧克力。我第一次感受到观众光明正大在打我，他们都不用光明正大在打我。你好可爱哦！等一下不要说谁是谁了，就说我是巧克力了。我们等一下一开始冲出去，全部都脱光。没有啊，就几个手就好，几个手就好。他们会崩溃，要开始了。好，要开始。巧克力流战法，冲啊！巧克力，你们先去，我去把那个附魔台敲起。对，附魔台要保护哦。衣服要脱妆，那个要入侵的衣服要脱掉，要下。对，我衣服脱掉，衣服脱掉。有巧克力的率领众多巧克力出发。哇，巧克力耶！把他们吓死了，好恐怖哦！巧克力战术，队长被打了，队长走了，队长走了。啊，跑走！哇，他们该挖的都已经挖走了。破坏农田，破坏农田。我先回家，我把胡萝卜带走了。没有，你自杀就可以了，自杀就可以了。巧克力只好把胡萝卜带回家了。做得好，巧克力。这里有一个。太棒了，巧克力被杀了。不、哦，巧克力。好烦哦。太差，你不行。受不了了，我快受不了了。我要救我，我身上的胡萝卜。
看看它里面还有没有铁，没了没了，他们都收走了。没了没了，对对对对。我带着红萝卜走。好 ，OK OK。我也要带着红萝卜走。哇，巧克力好猛！巧克力要自杀了。我捡到尾刀了，巧克力吃到捡到尾刀了，巧克力太猛了，巧克力巧克力，好烦哦！救我救我救我！巧克力我救你，巧克力我救你，小雨巧克力我救你啊！巧克力死了，巧克力死了，巧克力真的死了，等等等等等等，真的死了。菜大如何？我们巧克力陪着你。龟家巧克力，帮我拿一下红萝卜。来来来来来来，龟家巧克力给你。好好，给我给我。家里是谁在？哪一个巧克力在耍？我。哎，你记得吸经验。超好笑。有人在？哎，在水里，水里有好多人哦。对对对。哎，有穿铁装的人过来。哇！有穿铁装的直接过来。对对对。来水里，来水里，巧克力们来水里，打饱喽。大宝，那个宝来了，都内了。宝在哪？宝在哪？他20滴血。哇！哇哇哇哇！哦，旁边还有哦，旁边还有。真巧克力死了！哎呦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。巧克力们上啊！捡他铁装。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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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，巧克力灭团了。巧克力灭团。巧克力灭团。哎、欸，他们都在水里，很好笑，他们上不来。装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太好笑了，受不了了，揍他们！在哪？我在哪？好，又干掉一个，干掉一个。巧克力需要抖内，快揍他们！自己拿箱子里。好 ，OK， 好。有铁剑，有铁剑啊！好 ，nice。要抖内，抖内，抖内。